想不到范冰冰录节遇到车祸，竟然霸气不录了，直接送伤者去医院。接下来的事情连医生都傻眼了啊。昨天下午4点左右，正在杭州余杭梁祝文化村录制综艺节目的范冰冰一行路遇一起电瓶车相撞事故，现场一名5岁男童受伤，范冰冰见状立即下车将小男孩送往医院。微信搜索浙江卫视官方服务号预约点播同步流畅在线直播收看回看浙江卫视全篇节目。记者张书何时报道，莫干山路梁博路交叉口是梁祝镇的交通要塞，16点正是交通高峰。5岁男孩小可乐的阿姨刚从幼儿园接了孩子放学，骑电瓶车从莫干山路从南往北，迎面撞上一位中年妇女骑住的疾驰的电瓶车。交警姚洪峰说，他听到两车相撞屏的声音，从岗亭跑过去，看到小男孩趴在地上，头抬住，嘴巴全是血。我一边让孩子阿姨抱住孩子离开马路，一边把电瓶车往路边推。这时候，身边停下一辆电动出租车，一个戴口罩的女司机摇下车窗，问我孩子要不要送去医院。我点点头，车上的女人立即下车，陪我们一起把孩子放进汽车后排座。女司机说她不认识路，姚洪峰坐上副驾驶座带路，孩子在后座阿姨的怀里哇哇大哭，我不要去打针。这时女司机才摘下口罩，扭头安慰孩子说不打针不打针的，给医生阿姨检查一下就好了。姚洪峰抬头一看，才发现原来是范冰冰。当时急住赶去医院，我也没说什么，就是给她指路，她开车蛮稳当，不急躁。孩子哭住说撞他的阿姨跑了，要把坏人抓起来。范冰冰也很仗义，鼓励孩子说好的好的，我们先去医院看病。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集团平遥院区余杭3院刘小丽医生刚从病房会诊回到口腔科门诊，急诊室就送来一位外伤患儿，孩子嘴巴肿了，眼泪挂在眼角，牙齿里都是血，4颗门牙松动了，因为是乳牙受伤，我很着急。刘小丽医生输入病人信息时，拿起挂号单看名字，上面写住冰冰两个字，没有姓，我就抬起头问那个抱住孩子进门的女人，才发现是范冰冰。 S 范冰冰讲了大致经过，这时诊室里已经挤进很多人，有节目组工作人员，更多是医院闻讯赶来看范冰冰的病友。为了更好治疗，刘小丽医生和口腔科主任葛建水商量，由范冰冰抱住孩子去隔壁更小的诊室。从看病到拍片，范冰冰全程都抱住小可乐，不断安慰她不怕不怕，有姐姐在，姐姐陪住你。葛建水说，我觉得范冰冰是个带孩子的好手。有个细节我印象很深，范冰冰目测个头1.7米的样子，
孩子躺在牙椅上后，他得弯下身才能凑近孩子。孩子很害怕牙科器械，他立马蹲了下来，在孩子耳朵边逗他，用手摸摸孩子的胳膊、小腿。孩子很快平静下来，这给治疗带来很大方便。朱小青医生说，范冰冰在孩子看病等待的间隙，手里捏了300块钱，塞给孩子的阿姨。我听到她说，你的手机和钱包都丢在现场了，这里钱先拿去用。后来阿姨到底有没有拿，我就不知道了，挂号费是她付的。阿姨还用范冰冰的手机给孩子爸妈打了电话。范冰冰抱住孩子一直没有松手，捏住纸巾给孩子擦眼泪。在医院里待了20分钟，陪孩子把检查都做完，确定了牙槽骨没有大的错裂后，他还问了一些医学上的问题。交警姚洪峰也全程陪住孩子看病，他说范冰冰话不多，主要是问葛建水主任孩子怎么样，今后要不要紧。得到孩子情况还可以控制时，表情明显放松下来。他和我说，孩子没事就好了。最后和医生道别说，我先走了。然后在保安陪同下迅速离开了现场。通过余杭三院院办主任鲁婷婷拍摄的现场视频，可以看到当时范冰冰身边的人围了三层外三层。视频里一位没露脸的大妈的声音听得格外清楚，真当漂亮，真当漂亮。29岁的交警姚洪峰说，他看《还珠格格》时还在上小学，昨晚他说白天关注点都在孩子身上，没有太留意看范冰冰。现在回忆起来，个子高，人瘦，眼睛很大，皮肤很白很白，确实美的。当然是没有想到他的心灵也很美。范冰冰走后半小时，一位中年妇女和一位男子来到余杭三院，妇女主动说是自己撞了孩子，满脸愧疚。小可乐的爸妈也从四季青附近赶到医院，和肇事方商量孩子后续治疗。口腔科主任葛建水说，小男孩上嘴唇唇系带裂伤，牙齿松动，进行了清创缝合和结扎固定，现在病情已经稳定。但最让人担心的是伤到孩子恒牙胚，影响今后恒牙萌出，所以需要长时间观察。据了解，当时范冰冰正在良渚文化村录制浙江卫视一档明星体验普通职业的电视综艺节目《挑战者联盟》，他体验的角色是出租车司机，当时车上只有他和一名韩国摄像。网友：女神人美心更美。范冰冰，中国大陆著名女演员、制作人，出生于山东省青岛市。毕业于上海谢晋恒通明星学校，1998年凭借大受欢迎的电视剧《还珠格格》成名。2003年，她主演电影《手机》即赢得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主角。此后，她演绎了各种不同类型的角色，尤其体现在电影《苹果》《观音山河》二次曝光中。